优频道悠哉悠哉在9点，星期一我们回家吧，住得好。听说你喂养了全中心新村的人呐、啊。星期二生活达人永不老。哇，很快，真的超快的。星期三实在改变补脑篇，多奇妙。当你品尝的时候，有不一样的感觉吗？等等。星期四战地食谱知多少？这一次我就要以全新的视角，从战争历史背景去重新一次认识我以往熟悉的韩国美食。星期五进击的台湾吃到饱，我来就是演他的大油饭跟松冠汤，吃起来很出色，很好吃，那咀嚼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。优频道悠哉悠哉在9点。